我看看又是哪只狗越狱了。又是你，小黄，咋这么喜欢爬出来呢？我都没想到我养的狗这么厉害。我就静静地看着你怎么爬的，厉害了。昨天刚做好的围栏，今天又表演一次越狱给我看，完全没把我放在眼里。一米多高还能爬出来，看来只有把你拴住才行了。昨天把这的竹围栏改造了一下，看来是白忙活了。看一下我的菜有没有被你霍霍了，老是爬出来，看来是不能种菜了。还好都没事。我也想带你们出去玩，下雨了谁也出不去，今天就跟你们在楼顶玩个小游戏就好了。把这小狗狗到家已经一个半月了，来称一下有多重了。刚到家时大概3.5斤，避免它应激就用这个笼子称吧。谁来称一下？看你这么感兴趣，就你了，乖哈，进去一下子就好。4.6公斤，减去笼子1.2公斤，还有3.4公斤，也就是6斤8两。这体格稍微有点瘦，看来要改善一下伙食了。边牧这家伙真的喜欢吃醋，一蹲下来他就躲我这来了，都不给其他狗子靠近我。